17杀还是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的，一个队加两个人嘛，打一个满编加两个人而已。哎，那个木乃伊死了吗？那个木乃伊怎么没动静啊？木乃伊呢？木乃伊，金戈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来个满编给我摇了，我好怕呀，我巴不得来个满编给我摇了。这经典模式就是找不到人，你知道吗？找得到人我都30杀了，我跟你说。那怎么掉这么多血？16杀吃鸡算谁赢？肯定算他赢啊。17杀就是17杀，吃鸡就是吃鸡，人头就是人头。金戈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撞了一圈。撞了一圈又回来了。怎么掉人掉这么快啊？人呢？别再掉人了，我受不了了呀！去那边看看吧。换个车。